中。因为我们场地对他们的缘分没有错。他们都有请过我们的，我们没什么接的。原本林嘉玉是跟他们说要这样，车子是要上下开的，啊，他们说林嘉玉不走，不走上来的，因为上下开才有那种斜坡啊，啊，他们就说林嘉玉不走，你就直接这样过去。如果原本是这样，就是刚好在前。第一啦，就是台中的第一，他们说的没有。六分钟的三百。十三分就第一名了，我十五分还第三名。陈汉，我一准黑，陈汉十分第一名。第六名。你讲你改正题了啦？你啊，我改正题，你倒拢背走先。啊？这样的。有梦啊，回家了。一百六万了，拜拜拜拜。拜拜。在找我，你不是在找阿佩？哦，我找到阿佩来了。我们录音时间就对了，找到阿佩。Thank you.
谁以为被开外挂？二八九，三九。